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第五场赛事四班一千短途顶头大热是四，王旗巨翼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集嘅嘛，好多隻啊！中间位置蒲侠超德啦，埋边咧仲有呢隻你知我胜啊！中间黑衫咧就是、无可限量啦，我谂啊内栏位置仲有令才啦，第五位帝豪之星内栏，第六咧戴面菇红衣火王啊，咁啊蓝白环间衫包装德胜，出边旅游拿督啊，咁啊再后边嘅嘛，尾四系嗰只咧勇创派对进至尾五啊，后边三隻又继续精彩进着时，包咗落尾系不可挡啊！转紧弯中间啊，前面蒲侠超德响出边，内栏你知我胜啊！咁跟住个第三黑衫系无可限量啊！咁再见到内栏第四令才啦，中间要攞出嚟，帝豪之星就拱埋包装德胜出嚟，包装德胜咧就拱埋进爵士出嚟，马林中间揾紧位嘅马匹咧，咁啊有呢只咧就勇创派对啊！最后百零米啦，蒲侠超德咧就接嚟咗后边嘅对手个零身位，但系外边逢马过马上嚟，有进爵士，马林中间咧咁啊窄位推进，仲有一只勇创派对同埋无可限量接近终点，外边冚晒进爵士啊！跑第二名咧就系嗰只勇创派对啊，第三名无可限量，好似有少少树尾啊只马都。咁啊，至于跑第四名嘅马咧，埋边系嗰只你知我胜啊。咁啊，结果进爵士，咁啊外边就冚过晒啦。勇创派对咧就跑第二，无可限量就第三，第四名你知我胜。以后进爵士啊，莫雷拉帮方家柏咁啊赢翻场马啦，第二名咧就三号嘅勇创派对又系第二喎，咁啊跑第三名咧就四号嘅无可限量啦，潘顿第四名一号你知我胜丹德礼，咁啊进爵士，咁啊终于都重新即系翻呢个凯旋门啦，今次仲要冷门身份啊，十二倍啊，我方家柏赢到今季第一场头马。勇创派对即系都证实咗谷草系即系。咁啊，即系睇下啲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二号嘅进爵士，独赢派126.5，位置派30.5。跑第二名系三号嘅勇创派对，位置派16.5。跑第三名系四号嘅无可限量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四名就系一号嘅你知我胜，连赢二搭三派325蚊，位置 Q 二搭三派95蚊，二搭四派51蚊，三搭四派29.5。今日莫雷拉今晚都起码咁啊，以重彩方面，二号、三号顺序派692蚊，单贴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派234蚊。哇，三 T 两关都有莫雷拉潘顿喎。好，睇埋三重彩，二号、三号、四号顺序就派2116蚊。头先个关系掹就周俊乐，呢关系掹住阿何泽，应该都继续过关嘅话。嗯。都系嗰几位骑师啊，原来。系。咁啊，个头脑歪咗就好分啲啦。系咯，三百几啊 ，Q。呢只勇创派对都几好胆执嘅啫嘛，咁我觉得哦，超胆位圈啊，嗰度肯啊，即系冇力啦，好似啊，撇出嚟啊。潘顿嗰只咧，就系头先我所讲只马系有啲均速啊，所以你见佢斗落去咧，就佢唔系话好爆得起嘅，均速咯，揽啊靠！好嘢啦！结果方家柏、莫雷拉去年嘅冠军。咁啊，三拣一方面啊，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就系 A 二隔夜半年满派36蚊嘅。
冠军组合12倍的、四连环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就派250元。四重彩2号、3号、4号、1号顺序派9677元。好啦，翻嚟福榜啊，见到莫雷拉。好啦，即刻睇翻第五场嘅巡逻影片啊！起步咁就望落去，只只都出闸几顺利啦。前边就你知我胜快嘅，咁啊中档埋紧嚟咧，系加咗晏昼嘅蒲侠招德啦。无可限量都系嗰对啊，即系二三位之间。跟住就帝豪之星啦，贴栏就令财啦。第六位包装德胜，出边红衫红帽咧就系旅游拿督。后一阵嘅马见到勇创派对第八啦，跟住红衣火旺继续精彩进爵士啦，包咗尾咧嗰只黄衫嘅就系不可挡嚟嘅。早段都见几多马拱嘅，不过啲步速咧又唔系好快噶，两段就夹埋反而慢咗两线领添。咁前面蒲下超得，咁啊中咗攞条栏舒服晒啦。啊，以为最后嗰百领都仲有啲细啊，点知话停就停嘅。咁啊莫雷啦，见早段多马拱咧，佢就都肯忍下啦。咁啊掟出大档一鼓作气冲上嚟杀晒。咁啊大热门就无可限量，都个位冇乜大错啊，但同上季一样啊。咁啊冲落去咧又唔系话好多。咁啊，头先用创摆到喺个闸位嗰度咧，就夹硬捐上嚟，都好做到拉翻条 Q。咁啊，第五场赛事到福榜完毕。位置 Q 派彩二搭三派95蚊，二搭四派51蚊，三搭四派29.5。三拣一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36蚊。二重彩二号、三号顺序派692蚊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派250蚊。四重彩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一号顺序派9677蚊。孖宝派彩头关九号、尾关二号派298.5，头关九号、尾关三号派17蚊。我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12秒96，第段21秒31，末段12秒68，赛线成时间56秒95。